叫起住了杜宾店。今天我来到了杜宾店的娘家，美丽的扬州，跟我一起打卡一日扬州特种兵之旅吧。这是我今天的早餐，看，神州是扬州的经典美食。稍后我将要和一位扬州的老师一同共进早茶，一起期待一下吧。特种兵必打卡的一站瘦西湖，我来到瘦西湖啦。武亭桥打卡成功，让我借用杜宾店的好运来打开这个盲盒吧。让我来看它是什么颜色。哇哦，巧克力的。当当当当，福运扬州。现在我来到了小虹桥，这个小虹桥看起来真的很喜庆，有点像姻缘桥。现在我来到了一个很仙的地方，你们看，跟后面的玫瑰花是不是花轿喜事很配呢？现在我们就要转场去特种兵的下一站，现在抽查一下。花轿喜事大家都看了吧？请问杜宾宴原本的盖头是什么样式的？第二个问题，杜宾宴的第一套男装是怎么来的？旅行特种兵来感受一下扬州的文化。提取扬州台词、扬州文化啊，是我们扬州曲艺的三件宝。白宾客打卡扬州一日 vlog 圆满完成，欢迎大家来到杜宾宴的家乡扬州。不知怎么了？呀，好运啊！这可如何是好呀？香香玉笋啊，我好冤啊！姐姐，咱们的命不对。姐姐，你不懂冰箱里，我嫁入冰箱，三天就打冰箱。香香玉笋啊，妹妹，咱们命还苦啊！抓剪刀的男人，折死我也折死你。全部精彩啊！好累啊！姐姐。性感吗？阴差阳错相遇，定下姻缘不移，人海中遇见对的你，无人能比拟，欢喜冤家相遇。双飞翼，已不需再寻觅，从青丝到
上优酷看花轿，上优酷看花轿，上优酷看花轿，上优酷看花轿。